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搭热气球，那因为接送车的车子还没有来，所以大家都坐在这里，然后看一下有谁。七嘴八舌的人都在讲话。那今天看他们在讲什么？对啊，他就说，穿夏天的衣服，带秋天跟冬天的外套各一件。他在说外衣服要怎么带。大家都在那里。他就是用这种车来接。
里好漂亮啊，超漂亮。未来再等，可以。我都不敢买了，哇！
Everything is good? Yeah. Who remember my name? Big Tosh!弄得这么